今天我很高兴跟国人报告，左荣泰先生已经接受我的邀请，担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院长。我当全力以赴，担负起筹组未来新内阁团队的工作。他对我有一个要求，三个期许，跟交付的三项的任务。第一个要求是，我们要发挥积极行动跟创新思维，打造一支行动创新的团队。在三个期许当中，第一个，他要我们重沟通，多协调，以公共利益的角度找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。第二，他要我们能够掌握从地方到中央，从立法到行政，以及民间社会的各项议题，解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。第三，他要我们能够了解国政施政蓝图，建设国家，把握这样的机会。他希望他也知道我们会马上的就定位，带领团队继续前进。